掌握百平空间精髓的余家宏设计师，以美术馆布局呈现豪宅品味，透过琴房中心串联客餐厅与视听室，彰显空间非凡气度，同时成就富含生活乐趣的艺术大宅。家的中心配置是坦位三角钢琴，以全开放格局设计，缔造宽敞动线，巧妙营造零阻隔的演奏盛宴。琴房天花打造穹顶工艺，透过凹面刻画现代艺术表情，成就与琴声呼应的流畅线条。工领域立面以灰色调石材体现雕塑艺术品，营造环绕生活的端景美学，更在琴颈灯光的细腻轻盈下提炼整体艺术氛围。软装以跳色不规则造型陈设，巧妙烘托生活温度。餐厨具采用德国厨具，以悬浮式柜体及中岛不锈钢脚座营造视觉轻盈感，并保有大宅空间穿透感。主卧床头以皮边垂幔搭配镀钛铁件，交织精品饭店般休憩氛围。主浴洗手台以原木台面营造自然温润质感，更透过独立浴缸与露台配置，成就沐浴赏景舒服步调。余家宏设计师以设计整合音乐、艺术及无感体验，重新诠释百平豪宅艺术价值，缔造共融现实与理想的美学殿堂。